全体住户实打疫苗，爆出群聚的板桥社区大楼十三号执行专案打苗，上午三个小时共接种66人。对，那至少第一剂已经算有基础的保护力了。几天前，指挥官陈时中才说，这起 Delta 群聚和屏东方山不同，并没有专案打苗的计划。过了一天，政策法夹弯，有个法夹弯，主要就是因为 屏东跟新北的待遇是完全两样的，所以他们才紧急拨给新北市有疫苗的接种。专家质疑，难道是亡羊补牢？那他们在自主健康管理，如果要到医院去，那有很多的不方便，哈，那也许会增加一些感染的风险，所以顾及这个住户的相关的一个权益，哈，所以我们就特别安排。外界担心社区大楼 A 栋住户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打了疫苗，如果已经染疫但还在潜伏期，是否会因为打了疫苗之后造成抗体难以判断？